危险哈，所以呢有靠在栏杆，怕大家一起靠那个力量很大哈，所以呢大家自己小心注意安全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演奏，带来一首呢大家熟悉的，也是一首呢世界的经典。这首歌呢叫做《你鼓舞了我》，哈，翻成西洋叫做《The You Raise Me Up》，哈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，但是大家听过的一些曲子。那我现在拿的手上这一把呢叫做高音萨克斯风，那高音萨克斯风呢是我最拿手并且呢学最久的乐器。我从呢，大家猜猜看我从几岁开始学乐器。我从四岁开始学萨克斯风，我从四岁，然后呢五岁在文化中心做表演跟着我的老师，所以呢到现在高中大学了，然后从高中开始呢在这边我就在这边已经第五年了，推广这个户外音乐这个都是
公益的表演，所以大家如果星期六有空呢，可以来这边找我听歌就在这边放松如果没有地方去，可以来这边听听歌但是我就每个礼拜六在这边而已那我的老师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的老师呢，每个礼拜五也会在这边做演奏，以及礼拜日礼拜日会在我的后方这个地藏王菩萨那边呢做演奏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一首呢是。